那你有买到瑕疵物吗？跟我下午没有。我可以。那如果买到瑕疵物会怎么处理？你报警。你干嘛不愿意？那如果报警他，警察没有处理你怎么办？那就。就 po 上 FB， po 上 FB 要干嘛？让网络警察抓，就是 po 上 FB， 然后让大家知道，不要买那个，不要买，不要买那一家的，对。全你有在网络上买过东西吗？有啊。那你在网络上有买到瑕疵吗？有一次吧。那请问你买到瑕疵是怎么处理的？退回去啊，然后太便宜就不退了。请问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？有啊。买什么？手环。什么手环呢？运动手环。哦，那你如果你哎、欸、不是你在网上有买到瑕疵品过吗？没有。那你如果买到很贵的瑕疵品，你会怎么做？就送给我弟。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？有啊。买什么？手把。什么手把？就一般的手把。哦，那你有买过瑕疵品？没有。如果你买到瑕疵品，要怎么办？就退货啊。那如果不能退？就报警。报警。对。